近我做了几个咨询啊，让我感触有点深。我想给所有的已婚女性们提个醒：第一，不要总是幻想挽救和改变一个男人，有赌博啊、家暴甚至吸毒这些不良嗜好的男人，你千万不要心存幻想，你救不了他，他也不会为你改变的。第二，遇到不讲理的人，你就不要讲理了，而是要坚守原则，息事宁人。包容的前提是对方也是讲理的人，他才能配合到你。你总想着我让一让就算了，如果对方是一个不讲理的人，你算了他也不会算了的，他会只觉得是你傻白甜好欺负，那下次啊他肯定会继续给你找事儿。第三，和婆婆一家子相处一定要定规矩，定规矩哦。比如你可以给钱，但是不能超过多少，而且每次给的时候都要注明是赡养费还是什么。你的规矩越清楚，而且你要守住这个规矩，你们就越好相处。并且啊，涉及什么小姑子呀小叔子的事情，只能听不能管，更不要给钱。第四个很重要，婆家和娘家的事情，除了父母身体不好必须要有人照顾出钱，其他的事儿啊，你们夫妻啊最好各管各家的，不要掺和到一起。第五个，给婆婆家的人送礼华而不实非常重要，就是要包装要有牌面，让他们拿出来有面子，你的想法和品味在这个时候一点不重要。还有红包再大，在有些公婆眼里这都不叫送礼，这叫你应该给他们的钱，这红包啊给的就是吃力不讨好。第六个，家里的钱一定要有数，一个家就像一个公司，女主人就是这个公司的 CEO， 那你要管财务的，你们的公司收入支出是多少，如果你通通都不知道，那你就不是这个家的管理者，而是这个家打工者。第七，要么你自己有钱，要么娘家有钱，要么你会引导教育老公，才能让这个家庭好好经营下去。如果你觉得我自己还长得不错，或者已经生了孩子了就应该被养着，这样的想法会让你吃更多的苦。